那他的直播风格以自由随性的杂谈为主，常常杂谈到自己歪掉主题，或者是被聊天室带歪，主要为深夜陪伴向的杂谈台，也会有游戏与访谈的等内容。开台多为随性、自由自在，想到什么就聊什么的特性，性格略为 S 倾向，喜欢迫害、逗弄观众。谁写的？因为性格的关系，拥有线下直播时，都会将现场转变为邪教现场的神奇特性。喜欢玩恐怖游戏，但自己不会被吓到，所以反而喜欢看别人被吓。那么他习惯对观众们称呼“人类”以各位啊，还有粉丝名的称呼是“陆军”。哦，那么现在你各位啊，准备好了的吗？让我们欢迎露卡来视察陆军喽！欢迎欢迎，欢迎露卡 ！Hello Hello， 露卡，欢迎欢迎，露卡，欢迎露卡，哎，欢迎。到底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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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Masaki， 我跟你们玩的非常愉快，很开心能够在 Wireforce 的现场跟大家见到面喽！哎耶，欢迎来！哦，好多人在开始不是看到了，没有人在好在吗？好棒好棒，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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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那露卡，既然今天台下聚集了这么多喜欢露卡的陆军们，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来考考看啊？你各位对露卡长官的理解好不好啊？好，他们说不好也没有办法，他们说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想知道。没有，他们说不好也不行，我们一定要强势投石。好，那我记得露卡你有准备考题吗？那我们待会儿就是露卡出考题之后，我们台下会有我们现场的小帮手啊，来就是帮我们递麦给台下的观众。那露卡待会儿你出了考题之后呢，就是台下的观众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来数一二三，让他们举手。那举手之后就是露卡选人，还是一路枪？我们现场好像也有点难看清楚，有点现场有点低音的吼，那还太清楚。对，那还是说我们请呼呼的人哦 ，OK， 还是说等一下，哎，还是我们要不要现在测试一下举手？哦，好，好，那陆军们准备好，一二三，要举手哦，我们要看一下你们举手，我们看不看得到哦？来训练身体的速度哦。对对对，好，确实啊，动作确实一点啊。好，做得好，做得好。好，一、二、三。有我先认真的啊，待会自己出去爬五千爬，这个我们不求多少，那个绕着花圃爬五千就可以了。长官说的话要仔细听啊，哈啊，没错没错。好的，来，那么问题开始喽。请问木翘呢？现在是个人类，没错。那请问木翘前世的种族是什么呢？好，听好问题了哈。那么准备开始喽。一、二、三，哇、哦，很多人举手哎，有吗？有小帮手有找到吗？好了，我们就麻烦小帮手帮我们挑了。哦，小帮手有帮忙，太棒了！这是米酒员，米酒员可爱哦，是他 ID， 好棒，我要水他，答对了。太棒了，你是
的，中心的很没错好，恭喜答对。嗯，恭喜答对。那我们要来考下一题吗？好的呀。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的话就开始点头，狂点头。点头让我看到，有，很棒，等一下，那个平板在做什么？那个平板在做什么？那个收起来。没关系，不用说，陆强就是这么可爱，太棒了，就是这么可爱，没错，就是这么可爱，做得很好，没有，赞，不要说太好了，赞，那我们就来请陆强出下一题吧。嗯，好的。那么第二题，那么请问我们丞相题，欧阳水稻呢，目前是主要分布在台湾的哪个地区呢？好，那么要开始喽，一、二、三，有，小帮手，有没有一个？有请小帮手，有没有看到呢？首先举手是谁？哦，狂奔过去了。结果是是后面的人。有声音。金门。OK。有，太棒了！耶，你好棒哦！我觉得这个原来也有点眼熟啊。认得出来吗？刚有点眼熟的感觉，我刚刚哪个是？非常有余裕，路日本都非常的有余裕哦。很棒。好，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有点危险，对，时间的，对，流时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还花一点时间测试。好，那就是陆恰，那难得趁现在就是大家的陆军们都在场，然后我们有这个超大的那个声音广播的场合，要不要跟大家宣传一下之后的节目？有没有要跟大家布达的地方呢？这样子，我差点以为你们想要差做些什么，就是福利之类的，吓到差一点，比如说送个飞吻之类的吗？哦，陆恰原本有心理准备要送大家飞吻，是不是？就是要把麦克风收起来，然后挥手下就拜拜。没有，没那么简单。好，有没有之后有特别的节目或者是一些活动可以跟陆军们宣传一下的地方呢？Thriller 目前呢，在跟阅读还有跟阅读的大直店还有新闻店呢，目前呢还有万圣节的主题咖啡活动，那好像是到下个星期截止，那都有很多很可爱的餐点啦，跟我们的周边小朋友小礼品，差点讲小朋友，总之周边小朋友。如果呢想要就是有想要到现场呢跟女仆互动呢，然后跟看到我们的餐点啦，都可以欢迎到现场看看。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单集升级升空计划的第二轮，他的生日即将到喽，所以原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到时候一起来帮二轮庆祝一下生日。哎，网购很多耶，大家对啊，行程满档，可以请一起参与春雨官方工作室的 Twitter 跟 Facebook， 以及我们成员们的所有的推那个 Twitter 都可以追踪起来，有兴趣我直接上面都会讲，虽然绯闻很多。好，所以就好起来就对了，对，通通按追踪就对了，没错。好，太好了。好的，那我们长官平常就比较忙碌一些啊，那接下来就不耽误长官宝贵的行程了。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跟陆恰见面，大家跟陆恰说拜拜。表演节期努力听听那个很认真，大家都很认真准备的，没错、好，大家多多的支持咯，谢谢陆恰来，谢谢，拜拜。好，楼梯在那边哦，小心台阶哈，哎呦，看到哈，小心走的时候，下楼可以扶一下嘛，那个扶你，来，手给你扶，下来，让我扶他，不要扶下，长官。长官的贵手，哦，香，软的。你好，姚姐，那个我记得濒临绝种团他们也有准备一段惊喜的影片要给大家，对不对？没错，喜欢濒临绝种团的大家也先别走开，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小段惊喜影片要送给大家哦。那么就请大家好好的欣赏吧，有请我们的导播 Go Go。好，导播，
我们这个目前呢，因为技术性的问题，所以要由我们两个跟大家再拉了一下。对，大家有没有吃午餐啦？那右板我们先站回来。好好好好，我们站回来，我们站回来。对对对，请大家再稍微忍耐我们一下啊、大家午餐吃饱了没啊？还是有在？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播放影片给大家啦。对，请大家等一下。我觉得你问大家有没有吃午饭，我们也听不到了，老实说。